好，来看双方的第一局。零比一。二比一。双眼的速度比较快，和穆雷高德的节奏快，这两种快是不同的快。喜欢在发球轮次的阶段啊，以这种长球为主。所以今天对于林高远来说，一定要准备好这种底线长球的处理。好的，这还是用速度去压制了对方的节奏。5比9。慢再快，这种快慢的对比之后，他的快速的进攻的威胁会更强。有很多的球迷朋友也在几天的比赛当中啊，开玩笑的说穆雷高德这一次来说，这一次的英超联赛对于穆雷高德是非常好的锻炼的机会。好的，顶住了穆雷高。好球啊！怎么说这个上头就是会战术偏乱，然后越打越着急，无谓失误变多。现在来看穆雷高德。分的领先，现在在僵持段啊，几乎是把穆雷高德限制的死死的。
来到了第三局，莫雷高德相信啊，他会进一步的去加强进攻的威胁，因为他这名选整体的这种进攻的态势是不会变的。林高远要再去主动一些，开局后感觉控的偏多了。3-5。3-6。逆旋转，稳健的防守变线。加质量这一板，9-5。9-6。6-10。7-10。7-10。7-7，这样的话，莫雷高德11-7扳回了一局。1-0。0-2。莫雷高德的控短的球，其实一般，但是他劈长的球啊，都很有威胁。他对于长球的感觉确实要更好一些，这种捅长球一定要注意。2-4。嗯，可以，然后受到这种心态的影响。全程对拉，哇，这个球还是很意外。6-2。4-6。好的，这个球反。5-6。好，暂停回来。7-5。哇，连续的正。7-8。9-7。
比八。好的。决胜局的局中阶段，现在发球轮次对双方选手来说都很重要。射手短，这个球得分率可以看到，这一分林高远准备的很充分，果断的让开位进行主动的强攻。好的，拉丢了，6-9，一分的分差变成了三分。那这就是我常说得分的，但这种失误出现后呢，直接是送给了林高远这场比赛的盘点。10-7，回球提速。漂亮，两个人进入到了练球模式啊，盘点。11-8，这样的话，林高远也是以3-2的比分战胜。